迎大家来到大人匿名家族集，东南西北各路好看看简单一人一些顶面支持全体抽位，我心里选套新套配，废寝忘食全体抽八三角龙，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的新店三点零，欢迎！相信大家对初赛的赛程已经不错熟悉了，那么只想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在自由辩论环节的时候，当辩手听到一声铃响时，表示你的发言时间还剩下30秒，而如果听到两声铃响的时候，表示您方的发言时间已经结束了，就可以立即停止发言。此时如果对方还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发言。现在我们有请双方自我介绍。来自继续临时凑一对陈叶翔。同上黄宇轩。大家好，我是张志正。临时是我们的风格，临时是我们的态度。新变三点零，继续临时抽一对象，各位问好。大家好，黑侠客一变丙中公。大家好，黑侠客二变谢尚元。啊，黑侠客三变少康。黑侠客四变传一。大家好，是四变。下次夜视远近，请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以免干扰他睡觉。今天的辩题是：情比金坚还是金比情坚？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有请正方一辩开始发言。麦克风测试。谢谢主席，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像陈世美一样，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同样的，也有像祝英台一样的真爱党，愿意为了穷书生梁山伯，不愿嫁给家财万贯的马文才。所以，今天的讨论，情比金坚还是金比情坚，其实并不是在比拼谁挤出比较多真爱党还是金钱党，而是分析情与金这两件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与改变，否则只会陷入单纯的利子战，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情与金其实是当今社会集中的两个重要组成元素。情指的不仅仅是爱情，更包括了人与人之间情感流动这种状态，而金指的也不仅仅是黄金，而是财富、资产，甚至是整体的经济结构的总称。由于这两者都是人类自由意志下的产物，因此更容易被人类的自由意志决定形态的，就是人类意志中的粘土；而更难被我们决定它形态的，则是更坚固的钻石。看回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开始，我们都想让情和金变得更有规律，所以我们会界定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情，会制定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来规范情应该长什么样子。同样的，我们也发现物物交换系统太过麻烦后，将我们的交易系统变成贝壳的货币，甚至演变成现今的信用卡、电子货币，甚至是新变金标用的金币等等。但在人类社会上千年的努力后，情这回事依旧超越我们的控制范围。法律可以控制离婚后赡养费该怎么给，夫妻的财产该怎么分，但我们却无法控制夫妻之间究竟相不相爱，离婚之后能不能直接不爱，甚至亲情、友情等各种情愫，究竟标准答案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企图用礼法去规范后，反而发现越强调指腹为婚，大家竟然会更向往自由恋爱；越要求君纲、臣纲、父纲、子纲，大家越企图追求人际关系之间的自由。这也把情超越人类控制范围的特性展露得淋漓尽致。至于金，即使跨区域的经贸合作再困难，我们也可以在重重协商后设立东盟贸易自由区、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等等。懒得带一大堆的钞票硬币出门，我们可以使用信用卡或者是支付宝。如此可见，人类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去选择钱应该长什么样子，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当情比金更难被人类的意志所塑造时，我方坚决认为情比金坚。谢谢。谢谢正方一辩。
现在我们来看正方是叫什么多少时间呢、啊？好，现在我们有请反方四辩向正方一辩做出咨询。好，先从定义来开始解释，请问对方辩友，您认为尖的标准是因为不变的东西？不是，更容易会变，看它能不能被人类的自由意识塑造。如果越容易被塑造就它就越不尖。越不尖，越容易塑造就 越难塑造越尖，因为它原本的越尖不越容易塑造就越尖，越容易塑造就越不尖，越不尖。我们是要去塑造它，这个好。OK， 请问你，您认为感情容不容易塑造？不容易，所以我们才说情已经不容易塑造。对，为什么？您告诉我一下，现在的感情不容易塑造，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啊，同性恋吗？同性恋很容易。您知道现在的人只要有手机、有微信、有微博，就能够建造一段感情。对方，我还没有告诉你那男塑造是怎样子？男塑造在？我们看到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异性恋的世界，到现在才逐渐走向以前就没有同性恋开始抬头。以前就没有同性恋。其实以前是有同性恋的，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都尝试把同性恋塑造成异性恋。这从来都得不到结果，所以我们说情是很难被塑造的，情是很难去那个塑造它的那个改变吧。所以我们想要它长什么样子，我们就要去塑造它。所以 OK 好，我这个先过。那么为什么你告诉我一个直接关系？为什么越难塑造就等于越尖？越难塑造就等于越尖？就打个比方嘛，粘土跟钻石，好不好？ Okay.粘土我们想要它长什么形状我们就捏成什么形状、okay. 那它不尖啊。那钻石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捏它就怎么捏，我们那么虽然我们可以捏让它有形状，但是更难。情你容易塑造对不对？情比较难塑造，比较难塑造。它尖。那么钱为什么容易塑造？钱为什么容易塑造？从以前我们要金钱的概念其实就是明白讲一讲金怎样塑造。金怎样塑造？炼金术吗？不是不是炼金术。好，所以你也觉得不是炼金术。不是，我们金的概念不是说黄金罢了。我们刚刚主编稿也说了，我们说的是经济这个整个体系，整个经济体系。你认为整个经济体系是很容易塑造的？相对容易塑造。相对容易，所以两个人现在我得到你的答案了。两个人的关系很难塑造，整个金融体系很难容易塑造。这是对方，我只是提醒你一点，我不要反驳你先。你等下想一下反驳。我只告诉你，您的观你是认同这样的，是你认同这样的，你不认同。所以您告诉我一下，怎么样两个人的关系更难过于塑造全体人类精的关系？对方，我们要比较的从来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整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要比较的话， okay, 所以两个人可以有情的关系，两个人也有可以有精的关系，对不对？对对。但是如果两个人精的关系，那就很重，这么整个社会的系统。是是 OK， 好的，我问完了。OK。谢谢法官四辩，法官四辩是这样，给法官一辩，现在到你陈词。喂，外面有。好，谢谢睡意惺忪的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方的立场是金比情坚。好，首先呢，从刚刚对方辩友告诉我们的一个特质啊，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塑造不到的东西一定是坚定的，但他不告诉我们，塑造的主体本身是不是必然坚定的就不能塑造呢？例如说水也塑造不到，那是不是坚定的？那是坚固的呢？我能塑造到我自己的梦想，是代表我的梦想其实不怎么坚定呢？建筑物能够容许我去塑造它的形状，是代表说我塑造出来的建筑必定是不坚定的呢？所以塑造得到与否不能够决定一个物质到底本身是不是坚固或坚定的。好，金呢是指金钱、物质或者是经济，这一点我方都有共识。情则是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今天我们认为金还是情比较坚固呢，就要看何者更稳定而且更经得起考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衡量标准。我方的论点有两个。第一个，本质上呢，情是一种随时改变的主观感受，而金却是客观存在的估价工具，因此呢，后者比前者更能保持稳定。就因为金比情坚，即使有情饮水饱，我们也要花钱买水；就因为金比情坚，即使终日曾经势不两立，如今也必须签约做贸易。
就因为金笔情坚，结婚之前也要聘金优先，两人之间的情不只会被第二段情给击败，还会因为柴米油盐而崩坏，因此我们才会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相反的，钱在你手中不止表情轻松，而且呢你还可以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种可操纵性还有稳定性就能让你安枕无忧，而且呢经济的运作的规律是可以掌握，我们最后说可以塑造，情感却是无法掌握，无法主观无法掌握的主观感受，因此呢可掌握可控制可保持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坚固呢？第二，在现实面呢，社会机制巩固了金钱，却对感情的脆弱无可奈何，这是因为钱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呢是在文明世界里面一个重它的扮演着的重要性，第二呢则是它可以量化的特质，因此呢当你信不过你儿女之间的感情的时候呢，你就立遗嘱保障财产的分配，当股市大跌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停牌的机制让你不会一夜间一无所有，当你面对飞来横祸的时候呢，保险让你生活无忧，就连钱包被偷啊你也可以去报警求救，相反的，如果你女友被偷或者是女友的心被偷，你怎么能你只能够借酒消愁，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你婚姻失败你也只能够痛失挚爱，所以啊现实社会金钱的存在呢就因此而固若金汤，而如果情感若有什么感情告急呢，你就只好自食其力了。我们提出金笔情坚不是要大家唯利是图，因为见钱眼开，就是因为意识到情感的脆弱呢，我们才会珍之如宝，不让它轻易溜走。所以呢，爱情不坚固，我们才努力经营；亲情容易同事超哥，我们才孔融让梨，互相礼让。这些价值恰恰地告诉我们，感情得来不易，能够持久的感情更是难能可贵，更是美好的。才不要让我们在这种种种外来因素底下呢，让这种脆弱的感情容易丢失，比如说金钱纠纷。OK， 谢谢反方一辩。现在我们来看看反方还剩下多少时间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正方四辩来质询反方一辩。我也睡着了。哦，对方辩友你好。你好。对方辩友，您刚刚举出两个类比，第一个你认为的水呢？虽然它很柔软，可是它不能被塑造，对吗？对的。啊，那你知不知道水在这个瓶子里面就长成这个瓶子的样子？你把它倒在杯子，它是倒在杯子的样子。这是不是我们把它的形状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是你塑造它想要的样子，是它形态的改变。把它形态改变，我们想它变什么样就变什么样嘛。好，那加冷的话会变冰块。好，第二个，你刚告诉我们那个建筑物的例子嘛，对不对？是。啊，那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建建筑物之前呢，我们要用水泥？是的。啊，那你知不知道啊？水泥呢，在它软的时候呢，我们把水泥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当它已经变成建筑、变成洋灰了过后。我们要把它再打碎呀、啊，还重建是比较难的，对不对？不会比较难。不会比较难，所以你的意思是，已经做好的屋子比还没成型的水泥来得更柔软吗？啊，那做好的屋子当然比较坚固啊，对嘛？所以呢，比较难被塑造形状的是什么？可是你不能够用水泥来建筑哦。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了。对不对？你刚刚认为的那个钱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共同生活中是比较稳定的嘛，对不对？是。那你是以。你自己的你觉得有的人的感情很脆弱，可是人对所有人对金钱的看法都很稳定来做出这个判断吗？不是，我们觉得社会机制能够让金钱保持稳定，人的感情没有任何保护。好，那社会机制呢？是不是？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金钱的稳定度是由这个社会想要让它稳定就稳定，社会不想让它稳定就不稳定，是社会能够操控的呢？是哦，不是。那么你知不知道啊？之前呢，曾经有国家想要马来西亚想要控制马来西亚货币的价格在一块钱对美金3.8，一块美金对马币3.8的时候呢，马来西亚就能够自由塑造它的价格。可是当现在过后呢，他觉得哎呀，我们去解除这种这种对等关系的时候呢，我就能够马上解除它的价值。所以是不是其实价值呢，是人想要让它多就多，人想让它少就少，比较容易被人所塑造呢？这是市场机制的自由浮动啊，所以嘛，这个市场机制是由人所主导的，对不对？
市场机制怎么人可以主导？哦，所以对方辩友，你的意思是我们其实人什么都没有插手钱，就在那里自己跑来跑去吗？所以你要去学习经济上面的隐形的手。啊，隐形的手其实就是人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的要求，所以主导的还是人这一个主体。你怎么控制供应与需求？就人要人需要嘛，这就是供与需求啊。啊，没有没有，再去到下一个部分了。没有没有，你认为的那一个情这件事情是很要变来变去，你没有办法琢磨嘛，对不对？嗯，很脆弱。所以简单来，我说不脆弱哦。对，没有，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四方形的模子，我们要把情放进这个四方形的模子，要把硬塞进去，其实是塞不进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如你所要那么的塑形，你认同吧？因为啊好，所以呢，其实，在人的主观意志当中呢，钱的价值是人决定的，可是情长什么样子，人没办法决定，所以在人的主观意志当中，情比金更坚定。谢谢。不知道怎么论证。要进花。谢谢正方思辨，正方所剩下的时间是。现在我们有请正方二辩陈词。那个红色是？谢谢。一来看这样方向几个错误。第一，对方认为可塑造不等同于坚固。然后我方自动代表举出用对方自己所用的类比，一个水，我们可以塑造它的形状，我们可以放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面，来决定它是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形态。甚至于说，如对方所说，我们把它冷却过后，它变成冰块。虽然不然发觉水本身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塑造性，而可以人给人靠人为意志来改变于它。但是看到怎样的情况下，我们比水更坚固，就像我们说到说水泥一般，那变成一件物质啊，变成一个固体了。这种我还想改白，我这个水泥这块石头或是一个钻石，改变它的形状的时候，我们发觉哎有难度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明显了，当一个事情它更坚固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变它的形状，它有这个抗拒存在，它会让你做不到影响依你的意志而进行自由变化。所以我们才去说，钻石或水泥物比纯粹的水或冰来的更为坚固。而在达成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出来后，我们再看看这条标准，其实是认同一个事实，就是要认同说，今天情是更难捉摸不定，而经济本身，这是靠人为各式各样的主导而成，甚至有各式各样的保障，这是双方可以达成的共识。只是您方间，我们再仔细考一下，我们有没有碰到到底可被达控制、可被有保障的经济，对比起没无法造成任何改变的水啊的情，到底何者更坚固？你看，但我们的经济本身，我们要如何去决定？它的形态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市场机制，如同你啊市场机制来改变。它可以告诉你说，你的货币兑换率要以多少比多少来兑换，全部都是你来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为或人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下，我们是能决定经济市场要长什么样的样子。当然，它可能是如对方所说，它可以是一个整个市场，就是说它由各式各样很多人为能力所来改变的时候。然后我方也认同这个说法，但是同样对比的情况，纵使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在过往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同性恋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用尽全力、用整个社会之力来改变同性恋，把它扭曲成异性恋，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所以我们一起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一个性取向、我们的情感是无可被塑造、也无可被扭曲、无可被改变的。它要怎么走，从来不得由得我们能力来所决定。再来看第三点，对方既然认为金钱有它其用途所在，我方当然认为从金钱有其用途所在，然后有情金钱有用途，情感也用途，金钱可以买到某些东西，情感可以换来某些利益，从这东西是双方都可以共有的一些好处。这个时候你要如何通过这种用途来判断到底何者更坚？我方说做不到。而一方第二个能力点告诉我们说有保障，而刚才我方已经明显告诉你说保障并不是今天判准，有时候甚至于说正是因为你有些少那么脆弱，所以你才更需要保障嘛。谢谢。一分钟。谢谢正方二辩。现在正方剩下多少时间 ？OK。反方三辩，现在到你咨询正方二辩。好，请。谢谢。请问对方，您刚才又告诉我们说水泥跟不是水泥，粘土跟钻石的例子来表现出坚固的概念，对不对？是一者可被塑造，改变还是？那水泥这个粘土和钻石其实都是一种物理上的一些实体，对吧？
物体。零发展用物理上的实体来认证零发展。没有，我说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种物体而已啊？是是是物体。那请问情跟静在今天讨论是一种物体的具体的讨论吗？他讨论是他坚不坚，对吧？是坚不坚。可是所以对方企图用物理学的坚来诠释坚，变成社会学的坚是两个。所以我们在做情感中非物理上，我们可以说出坚物理上的特性是为什么不能零发展去举证？往下问了。按照你的标，即便按照你的标准来看，你告诉我更难塑造就更尖，对不对？是是，对。那兄弟，我现在想要把这张纸塑造成这个长方形，我折一半，相当容易的吧？对。你示范一下如何把空气折一半。做不到。做不到？难道说空气就比这个纸更加尖？但是我可以把空气装成一定的瓶子里面，受它形状由我决定。所以 OK 好，所以您刚告诉我在普遍情况下你做不到。哎，不对，我告诉你要装进空气。可以了，我们再往下。您告诉我说，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人为改变一些经济的体系，所以它就经济就不坚，对吧？啊，不是说很容易改变，它是更难改变，更不能做到改变。不是，你说经济吧，因为人为相对容易，相对容易，可以了，明白？因为人为容易改变。那我问一下，我故意的人为性的冷淡我的女朋友，你觉得这个感情会不会变？故意的。不一定啦。好，我们再往下。我又故意的冷淡他了吼，我又故意的忘记他所有的这种重要经验的，你觉得还是不必然，对不对？因为他还是不必然，爱你如是的。到过后，到过后，我人为爱了，我人为的故意的搞失踪，300天不理他，你觉得还是你的不必然，对不对？小龙女跳进绝情谷里16年，阳光是爱走了16年，明白。所以我们说小龙女难得可贵，但是现在当中你敢搞失踪，不是来信电电话都已经被打到了对方面了，没有问题。往下，请问你告诉我说，经济容易被主观自由意志改变，对不对？这它是有一些社会经济，所以我有自由意志，我有自由意志。然后我说，这个我们不应该用美金，我们应该用这个人民币，所以世界金融体系就变成人民币主导。世界本身有一个自由意志，对吧？对对对，所以是一个集体共识的产物，对不对？但是是由人力所改变。明白，所以是集体共识的产物，人力改变。那请问一方了，受到一个社会的集体情感归属，比如说中国重视儒家，是不是要一个集体共识？需不需要一个集体喜欢儒家？你方是告诉我。需不需要一个集体的形塑过程？也需要。也很难。换句话说，在美国。好，在美国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跟在中国建立一个这个儒家价值体系，您如何比较出谁更难？如何比较出谁更难？好，不要紧，比较不出你方方面面，就是比较在谁更难。没有问题。好，法官吧，裁判大人问完问题了，谢谢。七七本章三遍，现在我们来看反方剩下的时间是多少？好，现在我们有请反方二辩讲话。好，谢谢。今天对方同学他犯下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企图用物理的方式来形容、来阐述他方立场。但是现在我们对比的是一个不具体的情感上的一个比较，对方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第二，就算我方承认说可以用物理来比较话，那对方同学他怎么比较呢？水泥它不坚，所以它就不坚。那个建筑它坚，所以它就坚了。这钻石它坚固，所以它就坚了。水它不坚，所以它就不坚了。不坚的东西就不坚，坚的东西就坚，那对方同学不是在循环论证了吗？第三，就算是让对方同学循环论证了吧，但是我们也要看说他在塑造的过程当中得到出什么结果了吧。水在塑造过程当中它可以结冰变成冰块，冰块结冰了嘛，就好像我方一辩所说的，现在的社会机制保障这个金怎么保障，你有这一个保险金啦，有养老金，有福利金等等，这个就是一整个系统的保障机制来保障金的价钱，这个就是坚固的概念。但是反过来说，对方一辩他告诉我们说，离婚过后保障的好像不是情而是财产。如果说你在离婚过后你对这个情无可奈何，对方同学还告诉我们说你很难塑造的话，他就是奸的话，你离婚了，你对你的情无可奈何了，那你还敢公告天下说我跟我的这一个离婚的这个妻子的情是最坚固的吗？不能。我跟我的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无可奈何了，对方说很难塑造，难道这一个你就可以告诉我们说父子情坚了吗？也不能。所以种种这些问题的话，也照就是对方他会提出的，就是说你要强硬的把情塞进别人的心里，他说这个做不到，所以这一个就是坚。但是我要强制的把我的心放进我的女朋友里面，做不到，然后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讲说我跟我女朋友是有欲爱的，不可能吧？所以这几点对方的概念错误，谢谢。好，谢谢反方。
反方二辩，反方的时间是。好的，现在我们就于请正方三辩来咨询反方二辩吧。谢谢，请教对方所谓的坚，我可不可以说成它是一种坚定？就是你的决心越坚定的话，我越不容易改变，你可不可以同意？啊，是可以，是可以。好，你告诉我说，等一下，来先请问你了，你告诉我说要判教，判比较何者更坚的话呢？是要看稳不稳？是。什么叫稳不稳？稳不稳？有没有规律？有没有规律？那请问了，这个大厦的那个基石稳，我可不可以叫它稳？也是稳，所以比例上不代表说我用物理学来阐述，这只是一个类比。再请教你，你告诉我说，来请教你比较坚不坚？你还有一个是看说谁比较脆弱，对不对？啊，可啊，什么叫做脆弱？那就是不坚了。啊，不坚就是比较容易碎，对不对？如果说在我方立场的话，我回答你问题。如果在我方立场的话，就是说一则有保障，一则没有系统来保障，也无法保障。所以说，好，我明白。在脆弱上面来说，你告诉我说这个感情会比较脆弱。我想请问你，有钱人他有钱会不会整天担心会被打响？会，所以呢，请问你比较一下，它两者谁比较脆弱？但是你用钱也很难买到安全吧？你用钱也买不到亲情吧？我的比较是，你不要，所以在这样子，你不要告诉我用钱买不到亲情。我同样的有亲情的话，我也可以放弃很多家产。这两个类比之下，两个例子其实你比较不到。请问你啊、你告诉我何者比较稳？啊、我的问题是，你告诉我比较稳。那请问马币一直贬值是怎么一回事？啊，马币一直贬值有很多关系，比如说有一些贪污啊，还有外汇储备金的下跌啊，还有控制超额的一个如果金这么像一个工具这么稳，为什么马币会一直贬值？啊，这个是市场的浮动。为什么我们控制不到？市场所以不稳。请问你了，如果真的这么稳，啊、为什么？对，一样控制不到，你比较标准在哪里？就是说，两者它当中它都会有起伏。所以一样的都有不稳的情况之下，稳不能作为你的标准。再请问啊，一则有保障，情有保障吧？来，你告诉我，情不能买保险金吧？情它有它自己的保障方式，保障也不是情、啊。我只是要问你比较标准在哪里而已。来，请教你告诉我说，感情其实得来不易，因此感情它会比较不坚。那请问了，我如果感情在这样，身为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我很难想要转移我的感情去向异性示爱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样子叫做不坚？我坚定我自己对同性恋之间的感情，这个坚为什么不是一种不坚的方式？说，所以也是有很多一夜情的发生啊，所以我的问题是分手啊，我可以找到比较高薪的工作，我就会跳槽。但是我遇到一个很香、很喜欢我的异性，但偏偏我就是同性恋，我就是不能改变我自己，那何者比较坚？所以说高薪工作的话，你至少有一纸合约可以保障你的工作权益。所以高薪我就会去高薪，但是有更爱我的男人，如果我喜欢女人，我就没有办法更爱他。因此比较起来的话，坚不坚显而易见。谢谢。谢谢正方三辩，正方所剩下的时间是，现在来到了小结阶段，我们先有请反方三辩做小结。好，好，谢谢。其实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判断对方的比较标准，容不容易行诉，难不难行诉，成了坚不坚的标准之一。可是对方告诉我们，对方举的都是一些相当难行诉的爱情，对比很容易行诉的，很容易改变的一些经，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较。同样的告诉我，也可以告诉对方比如说，有一些爱情是很容易行诉的，什么叫微博就可以，微博就可以认识，网上就可以恋爱，远距离连恋。面子都没有看过就可以进行这个笔友之恋，什么鬼都可以。以前的爱情可能是要海枯石烂，现在的爱情只要看过一面，甚至没看过面都可以。所以您方告诉我很容易塑造，其实爱情更加容易塑造，因为什么工具都可以来爱一下的。所以按你的标准，其实您方的爱情自己本身也站不住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方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二辩所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保障这个金，分分钟就可能是因为金本身很脆弱。错，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金本身的重要性，而我们也意识到金会对情带来何等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才要白纸黑字去保障金的权利。所以才说人情还人情，树木要分明，就是为了避免你们兄弟之情为了这个公私而争吵。
为什么说孩子死之前要立个遗嘱，就是为了避免你们的这个亲子之情在你过世之后备受考验，陷入一片昏暗。如果不是担心金的影响力会摧毁情的话，为什么要去立遗嘱？为什么要去为什么要去？就有请反方四辩来为他们做出总结。您方还剩下的时间是。好，习主席，先来技术处理一些本质上的问题。我们先谈本质。对方其实论证本质上呢，是用非常取巧的方式。他首先提高到形说情的标准，一定要把你的同性恋变成异性恋，从异性恋变成同性恋，那才叫做情的形说。而钱的形说在他口中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贸易了，我买了东西，那就是钱的交易了，很容易形说。所以他用可以形说这个标准来论证立场的时候，是拉高了他的标准，降低了我的标准来论证，所以他论证不出来。第二，对方并没有告诉没有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为什么一个容易塑造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坚固的。举例来说，石头容易建造起来，可是我们知道石头很坚固，水很难建造起来，不代表水很坚固吧？所以容易塑造和不容易塑造，在今天坚的辩题里面也很难论证出来。第二，最糟糕的是，所以我们今天的是要从哪一个更容易摧毁的这个方向来论证这两个辩题比较恰当？恰好我们论证的情更容易被破坏，为什么？第一，它飘摩不定，它没有因果关系，它无迹可寻，因为不是最努力的爱情就是最好的结果，不是你最爱的那个女人就是你的老婆，所以我们发现这情感上抓摩不定，你其实很容易被破坏的，因为您每天在奉养这个家，您每天很好的对他，他还是会出轨的。反观钱不一样，钱的结果是可累积性，可有迹可循，有因果关系的。对方当然可以说投资失败，有很多政治的影响，有很多金融的体系败坏，可是那个有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知道那个脆弱点在哪里，我们可以补动。反倒是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底下，情是无法掌控，社会也懒得设一个机制去保护它，变得它越来越泛滥，不但是没有用一个建立一个体制来保护它，而且还建立了很多机制去摧毁它，比如说微信，比如说有很多的网络来摧毁它，不但是不保护它，还继续摧毁它的情况。所以我方说，在现实的论证底下，情越来越脆弱，反倒是钱。对，现在有很多破产的个例，有很多人破产，有很多国家破产，可是这个金融体系从以前的贝壳时代到现在的钱币时代到现在的金融时代，我们的人都越来越保护它，不是因为它越来越脆弱，而是我们因熟悉它，已经知道它的游戏规则，知道它的脆弱点在哪里，我们用许多的方式来补动，用股市的保护机制、停牌机制，用国家世界金融系统、世界银行来保护它。渐渐的，钱的形塑虽然有意外的发生，可是它变从一变零的几率越来越低。烦恼是情从以前到现在很容易的在一瞬间就会从一变零，这是不变致命的现象。谢谢。谢谢反方四辩。最后我们有请正方四辩做最后发言，您所剩下的时间是。谢谢主席，大家好。其实刚刚对方结辩在最后说话的时候，让我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矛盾。他们一时告诉我们呢，微信啊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人约炮，很容易让人发生感情，所以这些东西呢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所以感情很容易塑造。可到最后他突然结辩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哎不对，这些东西呢都在破坏这感情。所以对不对，你究竟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对没有？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呢，
我们要想理解到一件事情，人本身有一个很奇怪的性质，就是我很喜欢东西长成我想要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我女朋友可能长得像林志玲这个样子最好。如果呢，我们偶尔会幻想一下，如果呢，我的父亲呢是王健林，我像王思聪一样有钱，人都会希望我的生活长成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人本身具有的一个特性。所以人呢，常常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呢，我就想要把它塑造成我心目中想要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会谈所谓的钱跟情呢，究竟为什么要从人的自由意志去出发？因为你要知道，钱跟情这两件东西是这样子的，如果脱离了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了人的话呢，这两个人之间呢，就对你可能充其量 OK， 我跟你是夫妻关系，可是我跟你之间有没有夫妻之情，说不出。同样的，在荒岛之上，如果脱离了人的存在，钱有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它跟废纸是一样的。因此，今天我们这讨论的所有主题、所有重点，只能够从人的意志去出发，看他在人的意志当中究竟有多么的坚定。这时候，对方就开始说了。我们呢，钱呢，我们人总要想要给跟他更多保障。夫人，为什么我们要给钱更多保障？会不会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东西其实真脆弱？如果我没有设立银行密码，不好意思，钱一下子就从我口袋中被转去别人的账户了。如果呢，会不会是我呢？今天如果没有把我的保险库锁好，人家经过就把我的钱拿走了？如果你要用这种脆弱的方式来比较的话，钱是不是也有可能很脆弱？甚至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好比希腊一样，一夜之间可以崩盘麻痹。每三个月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就发现回来麻痹贬值5%，三个月回来又再贬值5%，有没有？这些东西呢，你要真的以这种方式来比较的话，真的比较不出。而且同样的，情是什么？为什么父母之情不是我家最好的避风港呢？为什么我回家过后呢，他不能给我更大的保障？而且这些保障是不需要契约、不需要言语，甚至只需要回家过后妈妈端给我的一碗热汤就能论证这种情的存在呢？这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更坚定的体现呢？所以对方朋友，我们需要理解到，我们不希望大家都像你们那样，我爸爸打我一巴掌过我就能马上不爱我爸爸。对方朋友，真的人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那样，没有人是那么的机器人，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你按了一下 delete， 你的感情就突然之间不见了。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你想要它长什么样子你都控制不了。我要爱你，我要不爱你，我要变成同性恋，我要变成异性恋，我爱的是谁？不好意思，钱什么东西都掌控不了这一件事情，我想改变我都改变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情这一个人意志的产物呢，对我们的而言呢是真那么难以掌控。它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它装进我们想要的那一个盒子里面。这个盒子我们要它四方形，可是这种东西可能变长的是圆形，我们怎么改都改不了。不像钱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不要钱了，我要的是电子货币，我怎么都可以改变。如果我今天呢不要呢钱，如果我今天呢我要的过的是我清贫的生活，我怎么都可以改变。可是我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就把我自己 format 成一个机器人，让我从此变成无情植物。这就是为什么情已经不见。谢谢。啊，完了，来评审投票。
是对的，他投给了正方。来自筹委队的林立涵投给了正方。来自 RC Bank 的刘洋先生投给了正方。下面有请评审给简单的点评。简单来讲，我觉得危险的地方是在于正方的打得不好的地方，我只讲不好的地方，打得好的你们都打得很好。不好的地方在于正方今天这个可被刑诉的这个标准，其实是被对方追了全场，被追了全场，直到在结辩之前，我会认为反方赢掉了，因为你们的那个可被刑诉是完全被反方的所有的话语讲清楚。但其实反方结辩确实在最后的时候提到了你们重新那个标准，叫做能不能够被摧毁。其实你仔细想一下，能不能够被摧毁这句话翻译成就是他们讲能不能够被刑诉，刑诉的意思是建立，就是摧毁的反向，所以正方结辩恰好可以顺着你这个摧毁这个概念重新回到他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讲的到底是脆弱还是说可以被刑诉，刚好就转回到他的那个立场上，然后他重新的把他的那个关于这个情感的部分啊 rebuild 了一下啊，然后又重新讲了一遍，所以呢又把这个可被刑诉，实际上就是你们在攻击他们这个标准不成立的时候，你们需要有你们新的标准出来。你们全场打的新的标准，在我一开始我认为的是你们讲的是能不能够让对这个就是你们讲的脆弱嘛，是另外一个概念，但其实脆弱这个概念和刑诉这个概念还不太一样，但其实他在最后的时候把你这个东西化解掉，又回到他的那部分上，所以你会发现你全场所有的努力在对他的攻击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又站住了，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争议，也就是这场比赛争议的部分只有在标准上，你们对所有的例子上解读的是五五开，你这边举到钱包的例子，举到的所有的部分他们回应不了，可是他们举到的所有的情比金坚的例子，你们除了说它是少数个例不被可歌可泣之外，其他的也没有解释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打平掉的。那最后就是看比较标准，他的标准一直在留在那个地方，你的标准出来了之后把它打掉之后又弹回去了，就可能最后在这个位置上有点小小的瑕疵，不过打的都还是很好的。谢谢。我要补充一小点，就是我觉得反方很幽默，但是有的时候就幽默稍微过了一点点，在有一些个别事件解读上会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常识，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些个我是很认同，就是从现场效果来看特有趣，但仔细想一想好像不太。我觉得这一场比赛从一开始其实双方的标准就有矛盾，因为正方他是觉得如果我能够控制那个琴或者是金的话，就是它可以自由浮动嘛，就代表这个东西不减，因为我可以控制金，这样不减，可是我不能控制琴，不要减。可是反方是觉得，如果不，它是以稳定还是不稳定来论证减，也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由浮动的话，它就是不减；如果它是稳固的话，它就是减。可是它的矛盾的地方就是在于，如果你能控制一样东西的话，就代表它就不能动了嘛，就不能自由浮动嘛。在这边正方他是觉得是减，在这边他是觉得不减，可是这边是觉得减。所以当其实我觉得正方很危险的地方是在于，当他在攻击反方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自杀倾向的。你看啊，你们讲能够控制人能够控制己，可是你们丢出反驳什么？希腊破产，你知道为什么会破产？因为什么会贬值，就证明了其实金本身也是有时候也是人无法控制，可是反方没有抽到这个来打，所以我是觉得，可是反方的标准却被正方统一反冲，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放给了他。OK， 比赛正式结束，你辩手可以退席了。